34.4，34分24。看我的面罩，今天是没有脸。鼻子露出来了你。鼻子露出来了。一半。没关系的，你现在眼睛有起雾吗？不会。那就拉高一点吧。拉高一点吧。这是他漏风吗？啊？找到漏风原因吗？是这样。眼睛很正，真的。通常你的气都从上面进来的啊。走。 好。
中间比较会夹到脚胶。坐中间比较会夹到脚胶，坐边边不会。坐中间好像有差点要被夹到的感觉，屁股要顶一下，我就夹到了。好冷哦，咕咕，这个鞋不好滑。嗯，还好它有手滑到松鞋，不然来得很惨。它已经，哇，已经来了，这几天我看，我觉得这运气不错。嗯嗯嗯。腹梁也有练到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你现在都没练？现在这样讲，好像你在这里就什么事都没做。没有啊，我这里就是一直继续练啊。我可以用各种压身体的角度，然后决定我可以用多少力。我也可以身体不费力的杀，也可以用身体用力的方法杀，然后快也可以，慢也可以，然后松雪松也可以，没有松雪也可以。我现在敢冲进中学，那全部都是控制力有进步的关系。家人啊，所以 OK 啊。